孩子们都学会指折小鱼了吗？现在开始自己做吧。喂，你折好了吗？太难了，我不会。我的小鱼摇着尾巴在海里游啊游，游啊游。哇，月月，你这么快就折好了。月月，你折得太好了，教教我们吧。又失败了。折纸太难了，我还是画画吧。哇，文文，你画的大海好美啊，有海草，还有珊瑚。要是我的小鱼能在大海里游就好了。如果把月月的小鱼粘在文文的画上，是不是很漂亮？聪聪，这主意太棒了。这是月月、文文和聪聪共同完成的画，因为他们的团结，我要发给他们奖品。哇！